笑，大仙不闹，莫不来，是吧？闻风丧胆呐！我跟你说了，这个诸葛亮一掏出来，别人都是怕的。诸葛亮这个英雄，那是厉害起来，所向披靡，所到之处全是人头。但我还是决定玩一把诸葛亮，让你们看我是真的在吹还是假的。好，我的队友在包他，这个兰陵王已经没有大招了，这还何惧之有？给我揍！啊，惩戒 A 反拉拉拉拉拉拉拉，给了个大招，谁都没打到，这完打不过啊，这。舍不得走，什么意思？给我轰大！抓他们家野怪，这节奏起来了，没毛病。你非要狙我那一枪干啥？约和，哎，这么痛，谁敢追？直接轰大踩上去，二姐的回踩，就给我踩，接一技能打。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兰陵王，你不会觉得要凉了吧？アウラ、お前の前にいるのは千年以上生きた魔法使いだ。冷静，兄弟们，他就属于不冷静了。而我现在已经进入完美、冷静、沉着的姿态。穿的叫秘密，看不透的是自己。佛脚，我都画不出来，我就把五杀了的老哥，哎呀！但是还是很稀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兰陵王已经套了我们两波了，我再不发力，我们这波就要炸了。这把 MVP 那肯定是我诸葛亮的，不用多说了，好吧？什么？MVP 不是我。